好，欢迎来到国风剧场。生生不息宝岛季第三次录制第二场公演结束，这一次的主题竞演一共有18首歌曲，从1970年代的音乐到2010年年代音乐，跨度很广。但演唱2000到2010年代音乐的张信哲组最终失败。本场比赛由张信哲组演唱2000到2010年代歌曲，那英组演唱1970到1989年代歌曲。按照耳熟能详的程度来评判，必然张信哲组的歌曲会更大众化一些，但最终张信哲组还是败给了那英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轮 PK， 张信哲组于文文、张杰演唱林俊杰的《曹操》vs 那英、华晨宇、李艾薇演唱《阿里山的姑娘》。这两首歌曲和歌手的安排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。第二轮 PK， 张信哲组杨宗纬、陈立农、张韶涵演唱孙燕姿的《第一天》vs 那英组的马嘉祺演唱邓丽君的《在水一方》。马嘉祺是独唱，节目组也应该是观察出来马嘉祺现场人气很高，粉丝量庞大，所以给马嘉祺安排了独唱环节。第三轮 PK， 张信哲演唱孙燕姿的《雨天》vs 魏如萱、周斐歌演唱《再见我的爱人》。第四轮 PK， 张信哲、杨宗纬演唱萧亚轩的《表白》vs 那英组那英、艾怡良演唱《雨中集锦》。这首《表白》当年的火爆程度应该属于全民皆耳熟，是一首节奏欢快、旋律动感的歌曲。张信哲、杨宗纬两位都是站桩式输出情感的歌手，和这首歌曲的气质不能说不搭，只能说天壤之别。并且这首歌曲的曲名为表白，不管歌曲再怎么改编，哪怕改成了慢歌，两位男歌手对唱表白感受都有点奇怪，这也是张信哲组第二轮竞演失败的一个原因。不知道这首歌曲是如何被分配给张信哲和杨宗纬的，网友的反馈也很真实，震惊加惊奇。第五轮 PK， 张信哲组张韶涵、于文文、蔡明佑演唱莫文蔚的爱， VS 那英组华晨宇、魏如萱、马嘉祺演唱闪亮的日子。爱这首歌曲还挺适合于文文的演唱风格的。这首歌曲之前两个最火的翻唱版本，一个是 ALIN 在《我是歌手》中的翻唱，另一个版本是林俊杰在《梦想的声音》中的翻唱，这也是为莫文蔚将要到来做一个预热吧。后面莫文蔚来到现场必然会带来更多她的经典代表作。第六轮 PK， 张信哲组蔡明佑演唱他的《我可以》vs 艾怡良演唱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第七轮 PK， 张信哲组张杰演唱徐佳莹《身骑白马》vs 那英组周斐歌、李艾薇演唱《迟到》。宝岛分会场，黄丽玲演唱她的经典代表作《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》，齐豫演唱她的代表作《走在雨中》。最后合唱歌曲是五月天的《倔强》和潘安邦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这一场歌单基本每首都是经典，选曲上是非常成功的，但演唱对应的歌手安排上不算太协调。新生代歌手多半演唱70年代的老歌，很容易产生对比。不知道节目剪辑后的呈现会怎么样，大家敬请期待。你们最喜欢哪首歌曲呢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